今天吃水饺，这里面一共有两种口味的水饺，一个是芹菜猪肉，一个是香菇猪肉。猜猜里面有多少个？这个是香菇猪肉的，裹上好吃的辣酱。这个是芹菜猪肉的，你们吃水饺是喜欢吃肉多一点的，还是菜多一点的？这个香菇猪肉的明显肉就很多，肥肥的。
我今天吃饺子没有蘸醋，因为我早上起来感觉胃酸有点多。饺子吃完啦。